在自然界中，鹦鹉吃的东西比较杂，各种新鲜的水果、粮果、种子等都是它们的食物。于是主人随手递给鹦鹉一个石榴吃，下一秒千万憋住别笑，镜头拍下全过程。一开始鹦鹉吃得非常快，让主人以为这就是种族天赋，可是仔细一看却让主人捧腹大笑，因为鹦鹉只是把石榴籽含在嘴中而已，似乎都没有咬破，也就是说鹦鹉吃都没吃，直接就吐了。可以看出来鹦鹉是非常想吃的，可是却怎么都吃不到，真是急死个鸟了。下方评论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